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吃瓜要重点上岗啦！新年快乐！一切都是天注定啊，真的，不错，这我们节目会在1月1号播，今天刚好也是我乔迁之喜。恭喜恭喜，太喜欢有礼物了，不要不要，欢迎各位到我家了哈。你欢迎来，对对对对 ，Oh my god， 是今天的干 party 啊，我从来就怕是。这个 party 的这个整个风格花了6-7年时间规划的，对，我盖这个时候呢，其实受文艺复兴的时期的影响，像圣彼得堡啊，你也说到文艺复兴，德式建筑，巴洛克式，哎呀，这个为了盖这个家啊，我走遍了欧洲各地，像米兰啊，这么辛苦，对对对，威尼斯啊，德国啊，啊，我是利用时间就6年前参考，时间管理大师。今天呢，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这个乔迁之旅。恭喜！你们都可以住在这里，都可以住吗？你分的比较小一点，你大概分到100平的房子。100平就小一点。我是按照长相来分的。长相。您大概150平啊。宇宙宇宙。这位很谦卑嘛。哎，谦卑。500平啊。哇，他一直跟你鞠躬，谦卑谦卑，这个要结婚的嘛哈，对，20平好了。开玩笑啦，开玩笑。这个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你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是嘉义大林嘛？这嘉义大林哦，这个地方叫做佐登尼斯城堡。那刚刚瓜哥说了这一些建筑风格美学，确实是没有错的。对对对。不是啊，这是我友人佐登尼斯城堡，光盖这个就花了50-60亿啊！真的假的？好厉害啊！哪里花这么多钱？占地15000平啊！这边拍照就像是在欧洲啊！对对对，感觉非常非常漂亮，都来这边拍婚纱啊！对对对对对，不是我的家了，开玩笑。当然，一看你知道，上了100平就没了。没关系，没关系，哈，我们家车库有100平。也好啊，可以。欢迎各位同学。等着我们玩游戏，那你看一下嘛，我们想一下来到这边要玩什么游戏？新年嘛，1月1号，还有今天的美女要介绍一下，男生就不要了，我新年，欢迎新年，一花，还有香啊，哎呦，宇宙早就该来了，好，想一下，想一下，要玩什么？要玩什么？玩什么游戏啊？想一下好不好？哎呀，新年嘛。
奇怪，怎么有这么多鲤鱼啊？鲤鱼。哎，这怎么出现他们？师傅，我才要问你呢。你在开心什么？请你说，赶快想游戏，我就把人找来啊！你一直坐在那边哦，然后你这边笑，那边笑，笑什么？因为我在想游戏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走入梦境了。我出现五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们一直要我不要，他们一直要我不要，要你不要。对，后来我眼睛一张开，还真的不要。哎呀，是他们五位公主吗？不对呀，跟我梦境的公主差很多。我刚刚是不是到外太空了？我过一天，他们过十年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怎么突然变三十年？你刚刚梦境里面的是很怎么样？很年轻啊，不是？谁？谁？我忘记有谁了，都是什么什么神都瑞啦，艾丽尔啦，碰到你了。哎，对，里面我记得有个叫宇宙的，是碰到他的，对。等于你像先机效应一样，离开一天等于十年嘛，离开三天就三十年，莫怪哦哈。不是，这些怎么会？这些没有，你刚说玩游戏，我们就把人都找来，跟他聊聊，跟他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你好，你为什么穿的那么怪啊？怎么那么怪？还蛮符合我们这个氛围的。你大名是？我叫李淑静啊。你？我叫。李淑静。我所料就是你茉莉公主。茉莉公主啦，茉莉啊，不是，本名是什么？本名？本名叫林淑静。哦，淑静啊，我喜欢林淑静嘛呢。啊，林淑静。你大名是？我名字叫做狐狸的仙杜瑞拉。仙杜瑞拉。仙杜瑞拉。你没有问我本名。本名呢？没有，不想问。有礼貌一点，仙杜瑞拉。谢谢，林玉威。哦，林玉威，哈哈哈。玉威啊，玉威，玉威哈，狐狸来的哈。一起狐狸啊，对，狐狸，狐狸来了哈。来，放歌啊。你这有，我是永康龙潭的艾欧莎公主。艾欧莎，艾欧莎，什么叫艾欧莎？奇缘呐，那奇缘下面是 Elsa 而且你那个断点为什么断在那里？Elsa， 你们要记住 Elsa， 冰雪奇缘呐。不明就是，是我不明，我是张惠明，俏丽舞蹈团的团长。谢谢台老师，张惠明老师，台老，谢谢。大家真的很辛苦啊，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梦境啊？奇怪哈，大女儿，我是家里的安娜公主。你是谁修魔的对了？一个 Elsa 嘛，一个叫做安娜，这位季安娜情况。我是大川的美人鱼。啊，这个蛋蛋，你讲哪？你有没有我名字？Elsa 的秀妹吗？我是唐乐老师，我是乐乐老师，大家好。乐老师，修乐哈。对，我是本名吗？哎，本名。琼瑶叫做美丽。美丽啊！你是哪一下面？我演歹徒的美人鱼艾丽尔。哎，下一两来，我突然有点印象，他们好像是什么之前在我们节目。对，刚刚一边访问也慢慢那个记忆回来，因为他们穿成这个样子，这很难认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挺立一整年哦，支持着我们选出了各地方的第一名，有没有？这些婆婆妈妈啊，今天要来这边决赛，年度总冠军啊，对，快过农历年了。哎呀，对，1月1号，今天刚刚好。他们今天就是来拼个总冠军，要准备把一年份的挺立带回家。我们这笔账就今天了结了哈。那来争夺总冠军啊！争夺总冠军，好，好不好？挺立总冠军，好来。感谢干爹2022年大力赞助，让全台各地婆婆妈妈一起来灵活大挑战。今天来自各地的冠军妈妈们将会选出年度总冠军，马上来看他们到底会玩什么游戏呢？今天是总冠军啊，是的，8位公主都来到现场。这个是经过我们一整年呐，我们赢的最后的冠军，今天是争总冠军。没有错，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婷丽一整年来的帮忙跟赞助啊！那个不仅仅有礼物拿，还有奖金可以拿。
强的各地灵活度之王都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现场了，今天我们上台表演。新年快乐了哈！新年快乐！不要乱讲，是灵活度之王，我们八仙过海。原来你当兵啊！来来来，掉掉掉掉！英雄，英雄，英雄！哎，那这个冠军又可以获得什么？对，今天就要准备来决战最后的总冠军，获胜的就可以获得一年份的保健食品。游戏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哦，那个让等一下让瓜哥来介绍一下。可是总冠军还有奖金，既然来了大过年的，对，只要参赛冠军6000，亚军4000，其他各1000。拿到了总冠军就可以获得我们一整年份的保健食品，来来来，哎，没错，想要有总冠军赛就要有含有 UC2 的保健食品，哎，总共一年份绝可以让总冠军的身体灵活度既然是考验你膝盖灵活度嘛，今天呢是折返跑啊！哎呦，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折返跑呢，我想好久没有玩了，年纪都很轻了，我们都没玩过这个游戏。应该让妈妈们看一下吧，妈妈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示范一下。慕言，待会就是你们哦，他们来跑，我们请那个哎。小瓜，小瓜在这里，小瓜坐好坐，好，小瓜坐那边了。对对对，那个谁来？是谁跟谁？是那个伊斯达，伊斯达，还想坐？不能可以，坐坐坐坐。我知道你跟慕言哈，慕言，我两边坐吗？哎，对对，跑一个、两个、三个、4个，四个。所以等一下，妈妈你们要撞破4颗气球，对，那考验你们膝盖的折返跑啊，啊，比秒速的哦。注意了，预备，好来啊，来。对不对？没做过，你看。对。哦，有了有了，好，往上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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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你是怎么？你怎么可以溜球嘞？对呀，可以这样。而且他跑的时候不能要整个飞起来才够。你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飞。因为他们没玩过这个游戏，只有我们有经验，所以你们刚刚应该试一下。瓜哥要示范吗？对，因为这游戏太久没有玩了。不好意思，来来来，瓜哥示范一下，跑一边就好，跑一边。跑一边 OK OK。那谁来示范？你刚小猪跑过了。怡芳好不好？啊，江娜，江娜，江娜，怡芳太粗鲁了。江娜吗？江娜吗？江娜比较轻。快结婚，快结婚，宇宙啦，宇宙啦，宇宙，宇宙。那你一开始就讲宇宙就好了，不用说那个江娜，江娜快结婚，不用这样，你就讲宇宙就可以了。好，来来，试试看，宇宙级的宇宙，因为拍摄要方便，不用来回了，就这边直接做4颗啊。我们示范是让妈妈们清楚，一颗两颗就好了，不用做到满。好，是是是是，好吗？哎，于是达在干嘛？于是达，你知道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因为我怕那个妈妈们会不知道完整是怎么玩的。你说要大胆的做，如果做不好会处罚的哈。会出入哦。来，那你请准备，来右边这边先哦。预备，好，准备哦。来，你要吹好。好，来，投怀送抱。狂野，狂野。没有感觉啊！他整个就坐下来了。对啊，对啊，好舒服啊！我想请问一下，你的球呢？球在哪里？哎，不是，刚风好大，一吹就吹掉了。什么风好大？这哪里有风？哪里？树都没有在这里风吹了。刚有一阵风啊！我吹回来了。哎，我跟你讲啊，等一下的男生，这就是一个错误示范。没错，现场是没风的，你拿球要拿好，不要人来的时候这样拨掉啊。你把我讲成什么样的人？我也没有风，我怎么风呢？你看这没有风啊？你怎么没风呢？这个风多大？有风没有风？怎么没风呢？有一点点。你讲得好轻松啊！有一点点的。好，准备啊！好好示范一下，看准球哦。啊，对对。看准球，要保护自己啊！好嘞，不可以变成投怀送抱。Go！ 来，那边，那边。好了，再用力，再往上，再来，哎哎，哦，
上班了，跨屋了。这个太勇敢没哈？哎，不是问妈妈可以了没，是你可以了没？可以了，玩完了吗？可以可以了，可以了。那妈妈那个第一位是谁来呢？啊，要来，先来了。这边那么多帅哥小鲜肉，你要挑哪一个呢？狐狸的神斗瑞啦。啊？哎，两位男生啊。哎，我一个是狐。胡光先生，海明帅哥，马丁啊，你说第一个选马丁，第二个选胡光啊？因为我上一次就输在外国人身上，我现在要把他赢回来。自己的样子，对，危险性。你现在不是跟他比赛，我们是一起比赛，你是同一队，同一队，表示是我跟马丁同个 level 的。对，我们是同 level 的。对，瓜哥，等一下你不能这样子把我拨开啊！不会不会，我会抓很紧。我会抓。请问一下，妈妈是普里的？普里的山东瑞拉，李玉威，今年62岁了。62岁，62岁而已。哎，记错了，就各就各位了哈。好，加油，别放弃了，加油，自己把它抓破。请准备了，好，听力灵活度大挑战，谁最灵活？加油加油！老天也帮忙啊，这次都没有封啊！一次就完成，每一个球都一次，真的跟他拼了，拼了拼了，他真的很用力啊！对，就做串嘛，做串嘛，还好，灵活度身体更好嘞。对啊，有吃挺力啊！哦，果然是普里之王，几秒？秒数9秒85。好，9秒85，先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你是第一个哈，很兴奋了。第二号，哎。这位是暖暖来的，暖暖，波卡喷嚏，暖波卡喷嚏，暖暖的风中奇缘，风中奇缘，叫做保家喷嚏，阿伯的喷嚏，阿伯喷嚏，阿伯的喷嚏，不是阿伯喷嚏的，波卡喷嚏，郑树暖，郑树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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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咋不？那咋不会？要跑起来哦哈！那你指定最老的，我是最老的，两位，一个写瓜瓜，没了。瓜哥，瓜哥，不是，这是小鲜肉，你算你。其中一个，其中一个，这个阿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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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有跟阿达，对，人缘好啊，帮助妈妈们啊，都知道你的手腕拿很好啊。哎，那个可以同乐了，那就赶快吧。我打打来看啊，摄影师啊，5432，不是开戏哈，我加开始开戏啊，阿加 B B 啊，阿加 B B 啊，怎么冲啊嘞？这样讲罗爸啊嘞哈，你讲，你是王子啊，对啊，伊不是要冲一边，拢要冲你这边，看你脸，啊，你那穿个这奇怪啥呢？哦，有人给他你来这里讲，很像宫廷城堡嘛，有白人在，每一个来这边的人都是公主跟王子，加油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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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挺立的全台。总冠军决赛2号参赛者，投怀送抱。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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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的，跳金管，他速度没有很快，但是他那一下会破，跳很高，会很高，就勇敢的跳哎，对啊，完全是勇敢型的跳掉，对啊，勇敢型的跳，加油，人来个真呢，加人来个真，暖暖来的，几秒，13秒05，哇，速度有进了，但压力够了，那就更容易，目前还是第二名呢，这是美人鱼，美人鱼，好来下面一位，那这个。美人鱼啊，你还袂惊人的呢？你叫美人鱼，本名叫 Ariel。美丽，美丽 ，Ariel，Ariel， 黄美丽啦，美丽啦，黄美丽啦，还是我们是那个大美人鱼。哎，彰化大村的美丽，大村出葡萄嘛？对，哎，你要先拿两颗葡萄。都可以选哦。一凯，哎，你一个瓜哥。谁？瓜哥啦，没有，还不是小鲜肉。他做我做领导啦，结果我做
阿妈呀，食生了迄落啊，咱食这较好用啊。食生唔爱，这较好啦。伊说下次拜五啦，你等下就不用回来了。没有没有，我要尊重他们，是挑小鲜的，不是每个人都要挑这么。啊，不是啊，他们要综合口味啦，他年轻的也有。其实你这样子的肉感有没有坐下去比较舒服？对是是他跳太瘦了，我是因为穿长裤，里面已经回落了。来，请坐，请坐。来来来，加油加油。不要比比啊。哎，我们今天每一位这个八强来有没有？除了衣服有这样穿有没有？都有化妆的呢。对，都有化妆，妆大班呢。还中一摔呢。第三位参赛者，美丽妈妈，预备。再挑我了，但没有，我要先讲一下，他那一颗没破，他没有。有一个问题，刚才有一个问题，因为脚比较长，所以刚才妈妈给跳不起来，所以我后面把它缩下来。他没有回来，他没有回来，所以可能要用这个规矩改，不要回来就好了。不用回来了，不用回来，不然再跑回来。好，那因为前面也没有人这样嘛，他第一个，那接下来都不用，那就都不用回来，原地把它做破就好了。来几秒，11秒8，11秒8，还是第二名啊？第一名，一定要表演奖，表演奖，表演。但第四位来，来来来，下面一位，你好，你好，你好，是竹东的睡美人呐，叫奥洛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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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美人，我们是林月里，瓦蒂亚。我在七楼，我在七楼，笑脸啊！不讲了，好了，剩笑脸。要挑谁？两位。我要挑马可蒂马丁，马丁，马丁。哎呀，我要吃小瓜。我看一下啦，看一下，看一下。最有分量的瓜哥。你要去哪里啊？对，要去哪里？瓜哥就说你。我说他要去哪里了？他要去哪里了？像挑逗人家，你看那边就看那边，还取了我们。坏习惯你学谁的？什么坏习惯？你还躲在我后面呢？就学你啊！对啊，你刚刚也这样，你说那个衣服。请坐，请坐。穿好啊！穿好啊！来啊，准备哦！加油啦！这是第四位参赛者，听力灵活度大挑战，谁最灵活？我来更会啊！冲你！我直接弄就掉片。你听我比比啊！灵活度大挑战，谁最灵活？投怀送抱。他从这边第二步就飞过去啊！那个，对，赶快。你想这样子？对对，你说你跳哟。哎呦，用生命在跳。有在加快，有在加快。几秒？10秒62。目前第一秒，第二名，等下第一名。9秒了，还是领先哦。等一下，等一下，现在进行4个吗？还有4个，还有4个，是结束了吗？还有4个。这就是你想的游戏啊！总决赛是吧？对啊，对啊，对啊。你的第五位，第五位，樱花，你好，你好，朋友，大家好。来，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俏丽舞蹈运动协会的理事长，也是俏丽舞蹈团的团长、团长兼指导老师张惠民老师。然后瓜哥，我有个爱的，你看，来，你做嘛这卡头舞，你也看嘛呀？哎呦！容许我来展现我们的灵活度，可以给我10秒钟的舞蹈表演啊？真的吗？好，谢谢。我喊你玩两 Q 的，来，掌声鼓励！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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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活泼活泼活泼啦，而且身体够硬朗，而且硬要跳，没有音乐还照跳，对呀，这是我们的厉害度，厉害，这样的很厉害。你要跳，当然我只要我是最爱民视综艺大集合，我每天都观看，然后我最爱瓜哥，太棒了，瓜哥又入选了，我一瓜瓜没乐皮，哎，对对对，然后呢，还要跳一个，跳个我们达哥好了，达哥达哥。为什么挑达哥？因为你看他这个纪念值这么高。哎呦，是是是，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玩玩变个方式来玩好了。怎么样？来，你请坐好了。来，嘿，来，嘿，嘿，来，嘿，来，来，来，嘿，投怀送抱。有破掉比较还好，对，没破球弹球吼，弹到嘞，哦，真的，大哥太感谢你了，来，我金姐来，金姐来了，有口红耶，有吗？有吗？你也有，你也有，你看这个直接淘汰，这个还这样公器私用，还没有了，没有了，新人又爆了，你要比了，不是瓜哥跳啦，不是不是，哎啦，不是我跳，啊，你跳的话是怎不公平啊？跳别人的成绩，那。总冠军赛呢？我看身体那么硬了，想办法弄他，声音会不会小一点？没有没有没有，更活泼。好好好，那个刚刚是于是他瓜哥嘛，瓜哥坐，瓜哥坐来。瓜哥要坐吗？对，我跟你说啦，瓜哥实在是哈太爱我了，我唔敢回家跳嘛，我暗时要演。好，你要演。现在我们选翔哥好不好？翔哥，换人了。哎，换人啦，换人啦。你请假了？全部就你玩两次了。谢谢，请假了，谢谢，好赞哦。啊！三个双脚并拢，预备预备预备！来，俏丽姐妹，林老师看好来喽！啊，被洗，被洗了，那是的，啊，你干嘛口红啊？啊，哎，你最灵活，对啊，哎，够猛的，真棒，真棒，身心有感觉，还有吗？有没有？有没有？有点，我可以先请假了，因为待会你们要奖金可以让你去看心理医师，那先请你，来几秒，几秒，9秒81，第一名的，第一名的，超过去了，果然是那个哈，哎，最灵活，最灵活，好，来休息一下，记啊，来来来。接下来第6号，啊来，你好，你好，你好，白雪公主古坑，啊古坑，看到，白雪公主哈，白雪公主，嘿嘿嘿，本名叫啥？韩秀梅，韩秀梅哦，61岁，61岁，当初也是当地的冠军了哈，当然，今天的总冠军，你别跟，来来来，哪两位小先生？别进好吗？我底下接啊，你进你进，你进吗？你进，我阿翔好了啊。阿翔，阿翔哥你进了哈！阿翔哥你进了，还没完嘛？你进了，今天好，今天好，起来，加油啊！好，加油，脚要并拢，脚要并拢，小心手。你那，各位不要请过来，你才坐一轮两轮就这种表情，你就上到还第二轮，我们比较没有肉啊，看没掉啊，看没掉，几秒，11秒91，因为刚刚那边哦，对呀对呀，没了，哦没关系没关系，主要是李靖的球立起来比较难啊，啊对，你为什么把球立起来？怎么立起来？塞进去？不是不是，脚要并拢放平的，对啊。就觉得奇怪，你怎么会那样？对啊，他觉得怪怪的。你刚刚啊，你刚刚是这样嘛？对啊，这样很难啊。你要要夹紧之后啊，夹紧之后放好。等一下，夹紧要并拢，并拢。哎，放平平。来来来，这样这样这样。来来来来来。这样比较好跳吗？好跳。对呀，哎呀。充满了充满。你搞，你搞我穷了。好开心，刚刚好开心，你吃。
所以会不会反应差很多啊？对啊，看到没有？妈妈反应多好，只要看你一看你放好。我是说那个拿球的要正确。对啊，我刚才我觉得奇怪，他球怎么那么黑？漏掉漏掉，没关系没关系的。几秒？11秒91啦。是的，来来，谢谢谢谢。好，辛苦七幺七哦。谢谢。来，冰雪奇缘的安娜。哎呦。乐乐老师今年55？无啦，我被六十嘛呢。哎呦，六十，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被六十，还没叫我小鲜肉了哈。来来来来来，那个马丁嘛哈。马丁好不？马丁啊，哈哈，马丁啊，哦，他叫凯凯哦，凯凯。都是小瓜呢。谢小瓜。对啊，没有红瓜有小瓜嘛。来来来，小瓜请坐请坐。小瓜。正所谓说没有甜瓜有胡瓜，没有胡瓜有小瓜嘛。哎，还好有小瓜帮忙。预备，准备好了，开始喽！因为妈妈长修的速度真紧啊！乐乐老师真紧哦！应该是9秒6几啊？9秒61。真的错吗？第一名了。目标超越了，超越了。剩最后一位了哈，来，谢谢。最后一位的机会。96的阿拉丁啊，阿拉丁莫，朱莉公主哈，茉莉啊，朱莉，朱莉哦。而且第一名叫我叫林淑静，住9648德社区，加油！红蚂蚁比出来的哈，对，你在这有可能会赢哦，好紧张，机会哦，有压力有压力。你要挑哪两位？来，谁还没有完呢？挑那边阿达，斯达跟你，斯达跟我是，阿达跟翔哥来，请坐，讲好，阿达也蛮受欢迎的了，好来来，请坐，来谢谢。体力灵活度大挑战，谁最灵活？红怀里送爆。选错人了，选到没有肉的嘛，就弹不掉，会弹两次嘛。对，几秒？可惜了，可惜了。刚刚第二下。冠军是我们的家里冰雪奇缘的安娜，今年59岁的长修乐。那那老师，冠军彩蛋！哎呀，冠军彩蛋！哎，来，好，谢谢。怎么没有字？怎么没有？没有字在后面。你们两个在干嘛？慢点，慢点，慢点。对，礼物都是我啊！大礼物，奖金对不对？体力的奖金，6000块。2、3、4、5、6，6000块奖金。谢谢。第二名是，第二名是9秒85。9秒81。没有9秒6。9秒81。张惠敏。这个是4000奖金，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颁给冠军吗？冠军是我们第一名，就有1年份的体力。感谢我们的灵活度，就要补充，还有 UC2 的保健食品很重要，选择有美国、日本的多国专利，也比较有保障哦。一天一小定，好好保养3个月，你身体会更溜溜。我们今天玩游戏撞去脚两软，所以弄来弄去，补钙非常的重要，才能够维持骨骼的健康。而且如果你常常待在家里面，没有晒到太阳，记得要补充维生素 D3，才可以维持肌肉正常的生理，这样就可以有骨骼肌肉的双效保护哦。阿内哈，恭喜你们！那么我们也在这边预告新的一年，我们。新的体力灵活度大挑战也会有全新的面貌，欢迎各地的长辈准备好来跟我们挑战哦！以长辈同乐，每个都有嘛，那其他有颁奖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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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1000块奖金，还有我那个待会体力要给他，对不对？谢谢你们辛苦了，新年快乐！来新年快乐，来来来，1月1号新年快乐，来妈妈们来，来妈妈，来来来。来来来，谢谢，恭喜大家，谢谢各位妈妈，从每个地方来啊，非常开心，谢谢你们的支持啊，这个
从北啊，从南来到这边跟我们对对对对，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身体一定要健康，爱健康爱健康，那么继续送幸福啊，走嘞！今天在这个美丽的城堡里面，我们来进行道明来抬杠。刺激的游戏了，刺激的游戏，还看到美丽的建筑，这个景色漂亮，左的真的很适合大家来这边走走啊，拍拍照的。今天1月1号，大家感觉像出国的感觉，对啊，精神好好哦，真的有那个秋冬的感觉啊，有一点。到底来看看，今天是团体赛了哈，欢迎参赛者，参赛者来来来，请这边。哎呦，他是男生啊，男男女女哦都有哦。大名是，我叫 Andy。Andy， 你们是一个团队吗？还是不认识？我跟我同事来的。同事，我们是健身房的教练。哪一个 ？Andy 是哪个健身房？全真。全真哦。对，在嘉义。在嘉义，台北也有。哦，台北也有。对。所以你是同事，你也是。对。你是女教练。对，我是女教练。看起来年轻哎，几岁啊？我25岁。25岁，好年轻哦。我叫 Winnie， 全名是林佳慧。Winnie 啊 ，Winnie， 算是同一个健身房。Winnie， 我也是叫 Winnie。35岁了，你没有讲。哎呀，问题是我们今天谁跟他对决啊？对啊，这张家伟健身房的，健身房的牧野，牧野教练，我叫牧野，你有健身教练吗？我健身教练，你有吗？我有，牧野可是我32岁，也是有点老了。没有没有没有，还好还好，这不是老不老，这还好看。维尼对上 Vicky 哈，你叫 Vicky， 你叫 Vicky 啊？你不是叫 Pig 吗 ？Pig， 维尼又 Vicky 耶 ，OK， 好，那选到一组先对决好了，这么快就一样哦，一人呢，我们五个对，三个男的对两个女生嘛，我们一组一组访问完就来，维尼对 Vicky， 好，但是你说这是团体战，所以说可能会有套零呢，还是什么3-2啊？套零的那一组就10000呢。哇！一人全赢，他们也是10000。你们全赢，全赢一人也是10000。啊，如果是4-1的情况，那就是4-1啊。4-1应该是8000呐。8000。那最普遍就是3-2嘛。5000呢？哦，一人一半呢？一半。OK。赢者就一半。4-1的就是8000。8000。靠零吃饭。OK。牧野加油！加油！两位真的。他们都戴好安全手套，避免手破皮啊。对，女生细皮嫩肉，哎呦，怎么了？小猪，哎呦，你看这个，这个热，不行啊。对对对，这位，你看看也是，你看看他会不会想投降？他们的腰都好，好了，预备，好，哎呀，好美哦，平手一下。女生的腹肌力量没有那么强，对，所以她不是会掌控夹。对，这个是上下都要用。她想要夹就变成用力，她想要让脚上去就用力了。其实两方都会变成这样。对，两个实力差不多的嘞。小猪有在练哦。对了，就一起练，一起练。我们穿同一个品牌，感觉同一个品牌啊。你们一起练习的吗？一人获胜。1-0哦，有机会哦，男生，对，这个师兄要报仇一下吧，Andy 总要报仇一下，师妹都被夹掉了，夹掉的嘛，那我们男生派谁呢？你要挑仪式长吗？可以啊，你不要点头。刚刚如果女生第一棒你们赢啊，我就让仪式长上来修理。现在你们输不能连输两票。对啊，仪式长先后退。现在把我扶得很高，让我有点紧。不是啊，你太强了。可是问题没有弱的啊。易凯啊，易静蕾弱的吗？易凯不弱吧？易凯，金小花，金小花在太弱。金小花就干脆让他赢。小光根本不用上镜头跑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下巴是假的，不能踢到歪，鼻子也是，鼻子都假，全都假了。你这样踢到，你这样讲就李静啊，李静也蛮强的，对不对？都很厉害吧？李静还不错。好了，试试看。李静是我认为还普通强，但没有那么强了。好，好不好？来，请坐，请坐。你们记住哦，女生核心没那么强，所以不能用踢的，男生不要啊。预备，保护一下啊。我没办法。手持脚踏，李静在是健身房的教练。手持脚踏，李静在是健身房的教练。我已经加上。我在发啥招式了？他给我左边麻花剪的，是吧？谢谢你选别人。李静左边麻花剪，被凌辱了。哇，速度很快嘞，李静啊！他刚刚在。
你毛巾呢？他的手巾麻花了，更快。因为李静是没有经验的，那于是他经验太好，他不会让他脚跨到他的脖子上。嗯，但是一般经验不够，一定啊跨上去就完蛋。这样我好想看。这样比较公平啊。哦，你看，你听我建议才赢啊，不然你输两票还玩什么？还要1-1啊，1-1啊！恭喜恭喜恭喜！后来发现完全掌握在我们手心里，1-1啊！男生吗？男生吗？哎，男，这一位男生，来，这个看起来厉害，很厉害，好，运动员，大名，我叫翁玉祥，祥啊，翁玉祥，阿祥，哎，遇到阿祥啊！对，我不能找你，你腰骨会断掉了。你今年18。17，哎呦，体力正是巅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运动员？是排球，排球，排球，很跳力，很好力啊。对，哦，排球，这个肌肉还不错哈。阿翔，我们该用也用完了。一凯，好，先把它吃下来，你们先2-1又比较安心嘛。比较精巧，对，好，精巧。来，一凯，来，请就位。加油，加油。要先赢下来，不然蛮惨的。你后面对，要加油。不会，记住哦，不要踢哦，加油，预备，加油。好，同学再上一次。派错人的感觉，不会啦，同学真的是他实力也不错啦，他一开始就知道要把手挂住了，对，有看节目啦，而且他一开始双方的两个人反应是差不多的，对，没有谁有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你如果让人家脚上了你肩膀，那就麻烦了，大势已去呀，对，大势已去啊，我们1-2，1-6，哎呦，再赢一个，基本奖金5000哦。派女生上阵，女生先休息一下，谢谢易凯，不会，所以你要把她拉回来变2-2，对不对？2-2，女生大名是先了解一下，雨山哦，雨山跟宇宙是这个雨吗？不是，我派宇宙干脆送钱给他好了，送钱，这一看就饲料鸡嘛。那你了解一下，你平常是有做什么运动，还是你也是健身房？我打排球，打排球。那你是打什么球？打毛线的。我打人，不是啦，是打排球，打排球。哎呦，排球，你就先让开啊。那你没事的，没事。体型差不多，你是打排球讲的那一种，还是打的那一种？撞球在排球的那个。他还算，他还算真的有那个。有在练。我本来想派加纳。哎，加纳，对呀。加纳不会打，他只会打。加纳，你看那边。加纳只能跟阿翔凑成一对，太瘦了。你怎么瘦成这样？你们都好瘦。你讲别人。你怎么烂人家？对，好，这样胖。这个哎，这个乙方是可以，可以了，可以。乙方有运动底子，这样比较不衰，不会欺负谁。这一组就很难预测了哦。哎，对，50%，50%。如果我们赢了，就3000了。还有5000呢，基本5000了，5000，迈向8000挑战。好，没问题的。你如果赢了，保住你们的过半圈啊，还有机会拿5000。好，来请坐。加油！这位同学，你听我讲。好可怕哦，这两个。第一个速度快，他筋很软，说你要抢快。你看，我是很希望你赢，不要再输了。还在秀，还在秀，一直在秀。预备。他用心理战，等下输了就尴尬。你看手都已经快到那边。加油！不错，现在你筋很软，但是他速度快啊。对啊，第一下的反应很重要。他被重伤哎。这个同学蛮有自信，他都没有被我们恐吓到啊。就算他一直在面前抬脚，没有，他也不理，他也不害怕，他就笑笑的。上去就心里担心了。哎呀，很精彩啊，很精彩，他讲不起啊，不要了，拉回来。5-5已经4-4了，现在战成平手了。二平，我们稍微进广告再回来。不是才刚广告完吗？决赛了。好，来。哎呀，把你安排在决赛，会害怕，肯定是完蛋哈。不会啊，大明，
王维谦。王维谦哦，维谦哦，那是什么队？哎，篮球队，篮球队，篮球队。哦，是什么学校篮球队？万能。哦，也是万能。万能。还有，怎么了？我们现在蛮坏的，要派谁啊？圣马丁跟于斯达啦。都很强哎，还是让他自己选？不是，他一定有选阿翔，选我们就完蛋了。没有，让圣马丁跟斯达让他选。哦，对对对对对对，来，马丁，马丁，来你请他。那马丁，马丁，我们只剩下了这两个了，你要选谁？马丁啊，对，选马丁就对了哦，因为马丁没有经验嘛。你有一点在装苦脸，我就是没有表现机会，我觉得很可惜啦。我觉得有点实在，我可能看好马丁，对，可以了。不是马丁跟于斯达比较起来，他的能力不输于斯达，对啊。可是他经验在这个节目上，这个经验当然是于斯达好啦。对，而且于斯达从头到尾已经把鞋子脱了，就是没有上场。就对了，我从一开始开路就脱好了，没关系，我可以开放观众挑战。请就位。好，来加油了，最后一下了，加油了。好，这最后一组，马丁手一放上去，已经到那里了。马丁很会爬树哎。那你怎么办？他跳啊，还是得跳啊。他自己选的啊，他自己选的。还是你要垫子？要不要垫子？还是你想换？还有机会哦。可以放垫子，可以。对啊，我觉得是一面倒的比赛。不一定啊，不一定啊。预备。加油，马丁！马丁！万能的同学，加油！比赛开始，马丁确实有马上已经居高。哎，那你选这个好像很好玩。同学，你的脚都没有上来过哎。啊，走之后我就不拍马丁，让他想就可以了。他脚好像还没有上来呢。如何？我们重新分配好了。时间晚了。我就叫阿翔好了。阿翔好。真的吗？阿翔，阿翔你腰可以吗？我可以啊，我可以啊。阿翔比较软了。好，试试看看，那就阿翔了。预备。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再一个，我还没准备好。再一个。再一次，翔哥要不要再垫？一开始就慢了。翔哥真的，我刚刚哦，那个哨音没有听好啊，我忘了，现在是2023的啦，又一年过去了嘛。对呀。哇，怎么差那么多啊？退又退化。怎么可能？刮到呼吸的时候就可以上了。不要注意哈，你嘿。哎。怎么白白的啦？等一下，等一下，来，要不要再一次？我跟你讲哦，不是，我知道了，知道。你知道了吗？那你刚刚真的知道吗？你刚刚为什么不这样对马丁呢？我滑掉了，滑掉了。来，马丁就位。马丁，马丁加油！你不要客气哦，不要客气，你不要客气，马丁哎哈，预备。哎，这什么音乐啊？你很紧张啊！脚在抖了，脚在抖。开始了，马丁比较高，加到马丁还是卡到，偶尔他一脚能跨上去。马丁有经验把他转下来吗？会不会被反败为胜？马丁往前压制他，马丁同学巧克力上折了一下。他刚刚对付阿翔两场也累了啦，也是了，哎，对啊，还好吗？不是啊，我觉得都很精彩，不如这样啊，待会加码的呢，哎，拿出60001对3000哦。1对4000啊，8000啊！啊，真的吗？你有问过加码人的意思吗？哎，没有，就自己兄弟啊，自己兄弟吗？自己兄弟，你确定？对对对对对，来，欢迎我们兄弟总经理来，陈川，欢迎，欢迎，好，大家好，总经理你好，哎，我跟你讲，为什么有两位呢？哎，因为他贵宾啊，因为他带了巨款来，巨款吗？旁边很保护，保护两位啊，谢谢，刚刚从银行领了8000万出来，准备当做我们今天加码，对对对对对，8000万来准备一下。来，陈春安总经理的请讲，跟大家讲几句话。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佐藤尼斯城堡。那佐藤尼斯城堡在我们嘉义大岭这个地方哦，它在国道3号的梅山交流道下来。那我们这座城堡是一个结合力跟美，还有绿色环保的一个观光园区。那这个园区呢，兼具的 GMP 的观光工厂，
那我们这座城堡占地5万平方公尺，哇，这超大的哈！我刚才介绍错，我说15000平哎，对，刚好就是15000平，哦，5万平方公尺嘛，就是假地嘛，对，假地，好吧，够多啦，对啊。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结合这个地方做观光休闲，也可以将我们公司的保养品的一个绿色工厂的理念落实在整个社会环境上面。是，那我们产品是一个绿环保的产品跟结合。是，好，谢谢，谢谢，谢谢陈总，谢谢。那今天因为我要加码，还有带，对，因为带卫兵来嘛，带卫兵的加码，对对对，加码加码。我因为刚刚两队比赛都很精彩嘛，哈，忘了替你出力解后。哎呦，真的拿了一点，够吗？够吗？够吗？够够够够够吗？够吗？不够，8000万是吧？不是不是不。来，我们先搬来宾的好了。来来来，同学来。来来来来，五位同学，因为最后一棒啊，难分胜负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拆一半奖金给他们。来，请颁奖。来，4000块是五位。送，来来，可以，你们再自己处理一下啊。800块，奖励一下，奖励一下。谢谢。好，谢谢，谢谢。艺人代表呢？我看艺人其实是获胜队伍啦。马丁，交给马丁了。马丁啊，不是慕言啊哈。慕言，一起拿。慕言来，一样，老板请颁奖。恭喜艺人队。是啊，这个先收起来好不好？还有加码呢，还有加码，请说。我们这个城堡哈，大家都排队排不进来，真的，所以我就加码的那个门票。真的哦，门票要送给大家。哦，我知道了，我有好朋友打电话，这个李医师啊，云登饭店，这个里面出的这个入场券嘛，还有这个，还有我们那个云登饭店的住宿券。哦，有入场券，还有这个住宿券。云登饭店不错，对面还有高尔夫球场。啊，都在嘉义这一带。你看今天的天气，打完球来个观光工厂，早上打球，舒服啦。对，真的是舒服。这里面还有入场券，嗯，对，有2张的入场券，对，啊，还有他的住宿券，饭店住宿券，对对对，好棒。这两个呢是要给上网给观众朋友抽的。哇，有看节目的朋友有福了，对，上得到吗？对，谢谢李医师啊，哈，他比较低调，低调低调。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御医啊。哎，对对对，我们常常在外面受伤，受伤都是他帮我们做。李医师，来医师，李医师，好，他这超厉害的，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神医啊，真的神医啊，真的是嘉义的云登饭店哈，好，谢谢李医师，谢谢李医师，先来电影，对对，谢谢，这个我们送给观众朋友了啊，也谢谢我们陈总经理哦，咱们上网礼物送给大家了哈，好，来继续送幸福哈。哎，你看，回头看这个风景多美啊！对，这个除了欣赏那个宫殿古堡之外，是还有像黑森林的感觉啊，其实蛮有意境的，小桥流水这样。对，还有养这么多鲤鱼，哎呦，鲤鱼在里面。对对对对，你感觉上的分多金啊，蛮惬意的。是是，这个气候非常好。在此我还特别请到我一位民间友人，水墨国宝大师，哎呦，陈玄茂大师。哎呦，他也不想说带成品画来，他说现场就作画。现场画嘞？对对，我们刚刚从那边散步，他就已经把这老虎画好了。真的？现在是完成耶。这个脸像谁？你看。凭良心哦。凭良心哦。像谁嘛？哎，这个。瓜哥哈是综艺界的翘楚，老五也是万兽之王啊，对，不是狮子吗？我有上来的，哎，老五，狮子你把毛剪光，跟老虎不能比的。是他大是大的那个头发而已。我知道是虎烂之王，对不对？画老虎有重要目的是为什么？因为虎年已经刚过，对，所以你要画一个东西来祝福观众。那画什么呢？哎，就是陆海空的王，陆海空的王，陆海空的王，马上来画，现场 OK。水墨大师拿起毛笔，就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大老虎。第二幅将画出大鹏展翅的大老鹰，这让瓜哥灵机一动，想到接下来要玩的游戏。想到一个游戏了，哎，这个老鹰，我们就老鹰捉小鸡好了。啊，就这样，好吧。你刚刚这么等这么久，然后就是为了说要，你也想很久了。不是啊，他因为画老鹰，我才想老鹰捉小鸡嘛。但是呢，我想我刚刚看了现场的景，我觉得他不只是老鹰捉小鸡。对嘛，要有创意嘛，对啊。他叫大老鹰捉小鸡。他不是一样吗？你们抬头看一看那个老鹰多大。哇，哎，金色的。真的是大鹰哎，而且是老鹰多大？金光闪闪。对，所以你看，金色的。夕阳黄昏之下，我们在那边玩游戏。来，说说。大老鹰啊！来，大老鹰，大老鹰。我们向大老鹰致敬。它整个已经构置像圆桌一样。所以待会呢，各位要绕着这个地方跑。哎，绕这个地方跑。对，
这个地方很大，对不对？它不是桌子嘛，而且要贴黄线呢。有做四个方位嘛，东南西北都有。哎哎，四个人站好，同一个方向在跑，哨音一吹，他就一直跑。谁先拦到谁，摸到肩膀啊，被摸到了就输了，不能向回跑。哎哦，就只能从那个方向。对，你这样跑嘛，如果往那里跑，你不能回跑。嗯，所以你看是一棒、二棒、三棒、四棒，谁摸到谁的背，只能抓前面那个，永远都抓前面那个。那个先摸到就是冠军了。哦，有两组嘛，最后两个冠军再争夺总冠军。哎呦，对，那奖金会多少？对，哎，奖金要4000块。4000块，这么厉害，摸到就4000。对对对对对。哎，那不容易耶！你看，我们明明就是在一个大游览车的回转道，就只是一个回转道，你可以在这边。你等一下，如果不快一点，巴士会来这边回转哦。不会不会，我们太厉害了，已经封车了。所以跑跑这个半径跑很辛苦，要追到一个人也蛮难的。对啊。那你说这个两组四个男生跑出了两个嘛？对啊。两个要对抓嘛？可是这个跑得很累啊。对啊。两个之后呢，我们进行女生来跑。女生跑吗？但女生我们禁止男人跑，简单的哦。对，他跑不太动。我很矫情耶。不是不是，那禁止他跑是谁可以跑？对，有很多加纳，对不对？宇宙啊，怡芳啊，慕言也是禁止跑的。经典可以跑。你是从哪里看标准？我脚，那脚比较长嘛，哈。你怎么略过我了？等一下，我们先男生先来比赛，待会女生再来比赛，女生也有奖金哦。好，那大家知道很清楚了，对不对？清楚了，清楚了。先欢迎参赛者来，请坐。来，两位，来，运动员嘛，对，排球队，跑田径啊，排球的，叫什么名字？黄俊德，大名。李东阳，李东阳，对，东阳拱，东边的东，太阳的阳，对，东阳拱，太阳的阳，哇，真是啊，这个是篮球队的，是篮球队啊，排球队，两个排球队的，哦，好，那我们也派出两位了哈，来两位，易凯吗？易凯跟谁？马丁，马丁，哇，杨将了，这个就不是手背的力量了，对啊，这个是脚的力量，跑的话你们比较吃香啊，因为你们17、18岁的，他们都20几、30几了，抓到前面那个吗？25，27、34、35，哇，你看看。这有点不公平，这都大一轮的。这个时候你们比较吃香了哦。哎，来请就位。来，来哦。大老鹰抓小鸡呢？游戏规则不一样，我先向那个 F1 先暖车。暖车一下。你不能超车哦，因为我当第一个声音，先暂时这样，是要跑的，就是跑嘛。这个呢，我会跑的差不多，你就要反跑。反跑。所以你不敢超车在前面那个地方，就不会偷抓距离，要不然你抓出来的距离会被他对方抓。所以你们记得抓紧了，预备，第一轮呢，听哨音是暖车哈，暖胎圈，预备，大老鹰抓小金，跑起来，跑起来，慢慢的，距离抓好，暖车呢，现在大老鹰抓小金，距离抓好，暖车的动作。抽筋！马丁抽筋的，没有，我没有四肢韧带。啊，四肢韧带，我没有四肢韧带，我好几年断了。啊，断了，脚断了，危险，脚不舒服。很努力，很努力，但是很精彩，对不对？很好看，这牌好看啊，真的，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哎，谢谢你们，马丁你很棒，马丁。厉害！恭喜这位，恭喜你先暂时是第一名嘛？等一下哈，对你进入到冠军赛。对，那接下来第二组来，请出列。第二组，哇，这个蛮刺激，这样抓很刺激啊。来，大名是丁科达。丁科达，你好。哎，你呢？郑峰志。郑峰志，你们是同学吗？哎，不是。你是什么学校？我是中正大学。中正大学，什么队？排球队也是排球队，你是什么大学？万能工商，万能也是排球队。对，哎，你们在排球上场上有没有竞赛过？可是这是大学，这是高中吗？我以前有跟他们打过。哦，对，排球队真的厉害。嗯，好，这两位刚刚是同学跑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两位还没跑的是？还有于是啊，于是啊，依然最速男，最速男呢？哎呦，有机会。李靖啊，李靖这个名字已经取名字就是竞赛，感觉很会跑，四只脚在跑的嘛。你以前是什么田径队？哦，我以前是跳高的。跳高哦，对对，上次跳得很好啊。对对对，那您就是跳不高，因为刚好跨栏这样。可是你很厉害，这个是跑步的啊。哦，对，算是应该很快啊。对，但是我年纪稍长一点啊。哎，你们韧带都还在哈？没有受伤的吗？就是没有很完整，对。
受伤要先讲。受伤的话，我是可以替补啦。对，没有小高待会参加女生的啊，不是。对。好，四位是第二组，会产生一个冠军。啊，规则一样。啊，规则是一样的。哦，先逼嘛，再扒。要分开哦，哈，来，请就位。我记得有一次看郭忠的转弯就摔一下。哎呦。所以这跟赛车一样的注意哈，离心力的小心。对，你看于四大就聪明啊，跑外围啊。跑外面。大家各就各位。点心车，暖车，暖车。好，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暖车动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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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跑太多，反而你等下离后面的人越远。什么时候？对，最后真的是靠肌耐力，没力了，没力了，竞争没力，已经有点没力了。李志要被追上了，李志要被追上了，糟糕了，糟糕，李志打也追不到别人，李志。哎，这个完全是比肌耐力了哈，越拉越远了。好，辛苦了，辛苦了。也不错啦，跟年轻朋友共同竞赛很好了。李志打，李志打还是蛮厉害的。他跑，但是四个如果没有一个耐力差的，会一直跑的距离都一样。对啊，会比很久。很精彩。你那个追不到别人，别人也追不到你。对对对，保持得很好。因为其实他这个角度其实不太好出力的。对，这样看起来他跑到后面很吃亏啊。吃亏啊，吃亏啊。对，但你跑到后面比较占便宜。抽签抽得好。对对，抽签的。那你也晋级对不对？对对对，恭喜。好，谢谢你们，李靖，谢谢于思达。好，哎，有两位晋，两位的晋级，待会是要冠亚军赛，那个就是跑耐力哦。好，那跑耐，那让他们休息一下。嗯，好，接下来女生来跑一下。女生啊，女生直接就一轮胜负了，直接来啊。对，抓女生也是四个人吗？对啊，距离这么开。哎，我觉得四个跑不完。会不会跑不完？哦，他很辛苦啦。五个，我就放五个刚好。五个可以。五个的话，刚刚有新田嘛？新田，对不对？怡芳嘛？怡芳，加纳。哦，宇宙这样，宇宙是几个人？这样五个吧。五个。哎，不是啊，你都只点点我们一人，有观众朋友吧？有吗？啊，有观众朋友吗？哇，这么强啊！这么强啊！啊，这么强！不行吗？我觉得要让他跟那个小瓜跑啊。对对对。没有，还是我们把奖金直接给他们一人一千，然后我们自己跑掉。谢谢你。好像可以啊，小瓜，小瓜你来，我加入好了。来来来，我觉得小瓜小哥要强一点。木岩强度够，木岩很强。这样四个跑会不会太短了？会抓不完，对不对？有点累哦。你是什么队？排球队的。你排球队的，好，两个都是一样排球队。你几岁？十六。十七。十七，你也十七啊？十六。哦。木岩第一轮呢？他跟我们两个是一轮呢，我们两个一样大。小欢。终于找到你可以玩。对，我今天好像没什么功用，我来玩一下。真的，你要跑跑看呐，他们这个怎么样？你没有比男生跑得快嘛？慕言是因为有训练。有训练，之前有跑步，最近要跑马拉松，台北马。对，刚跑完，所以应该。有最近要跑马拉松。他们的强度放四个够不够呢？应该够吧。我觉得够，五个应该会太近。太挤，对不对？那就四个喽。好，好不好？可以吗？放开会不会不公平？不会。好。哎，那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不会。我上去。没水准了吧？你刚刚笑什么笑？哎，你们两个猜拳赢的人才能跑他后面呢，好不好？对哈，也是。哎，我也是舞蹈老师，也不会输。哎，那你怎么知道跑到他后面还是比木岩跑到后面好？哎，对，说不定我小瓜比我快，小瓜是男生。啊，你们对他们都不熟悉，放谁都起来，在你前面都一样。你们是躲的功能，不是追的功能。我要笑死了，真要跑超快。那你要选谁？在你前面。好，你看，你看，你看，那你问他，你问他，你问他，你看他翻白眼啊！你想要选谁在你前面？那这样，那你们猜。对啊，所以我说猜拳没错嘛。你们猜拳，剪刀石头布，好，你选了哈。好，这样会了，四个人。对啊。我们直接赢了就颁2000块了。好。因为他们那个总冠军才4000嘛。好。来，请就位。好。要先暖身喽！哎哎呀，这一组赢了有奖金吗？2000啊。2000哦，2000哦。直接2000了，预备，暖身喽。好，轻轻的来，轻轻的啊，先暖身。老师敢跑，你离木岩太近了，你离木岩太近了。小猪，要慢点哦。哎呦，过来！哎呦，抓了抓了，舞蹈老师跑起来了。小花蛮快的，小花很认真呢。小花好帅哦。哦，很认真，很认真。我的，哎呦，小花抓到了。
十一号。好棒！你好强！差那么一点点。小姑，你好强哦！而且小瓜跑的有一直在换气，我觉得他有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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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度快抓到他了，真的，你一度快抓到，你知道你快被抓到了吗？你知道啊，后手，所以我一直跑不停啊，真的，跟我一起就被抓了。他那个脸啊，不是输赢，是怕被小瓜抓到很难看，他就往前跑，几乎使尽吃奶的力量，后来把小瓜越拉越开，他就越来越后面。那最主要就是，这就是跟运动员的差别，运动员有耐力啊，是这样。这个我后来发现跑两轮太没人性，脚会抽筋啊。那个刚刚那两位男生请进来了。啊，两位入围的，两位入围的。刚刚以这种距离这样跑，两个人是跑不完了。我觉得我跑到脚抽筋，不符合人性。干脆通通有奖。哎呀，好不好？那你也2000，你也2000，你也2000嘛。啊。你跑得好，对不对？有1000。跑得好。不是，真的很耐。辛苦辛苦。你刚刚没看他脸多抽那个。那个西小瓜逼近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追小猪了，是怕被追到。怎么可能？他跟小猪越拉越远了。他拉太远了。小猪也很精彩啊，哎，都很强啊。年轻人真的很厉害。对，小猪跑耐力可以，他没有这个加速跑啊。这个真的不行，这太累了。这个路跑马拉松，人家1公里就倒了吧？这个速度会不行。对对对，来颁奖哈，我们这个请总监柯志忠柯总监。你好。大家好，哇，今天刚刚看到这大家很有活力耶，是是，所以我刚刚听说要给什么？要给奖金，要给奖金，对对对，是要给几个？对，总共就6000块钱。哦，6000块啊，瓜哥开口但要，对不对？还有，怎么了？你看到什么？看到20几万呢。那个不要讲出来了，不是不是，我拿出来意思说你很有诚意，我们不是要颁完他哦，好好好，哎呦，好大一点，还有谁要参加呢？宇宙，好，我们这样，总监先讲完话，我们再来颁。对了，先让总监讲话嘛。OK，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大家莅临，就是我们佐登尼斯的生技园区。我觉得各位的到临呢，就是增加了我们一些满满的，就是活力跟活动力。对，谢谢各位。对对对对。而且你今天还有带点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吗？因为我有特别注意到大家，就是说大家可能天气啊、阳光啊，那个头发好像都没洗吗？没洗。我是不知道。他啦，伟伟啦。你怎么了嘛？有味道是不是？对对对对。所以我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城堡里一个很棒系列的，哇，城堡里的龙血系列的洗发系列的产品，真的非常符合大家使用。OK， 所以今天这个礼物也要送给大家。是，谢谢。对对对对。观众朋友上网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丰富的礼物在网络上各位抽奖的。对对对，来，我们先收起来。我们来来来，谢谢谢谢总监。我们请他来颁奖，第一个2000块哈，是这位同学来。哎，真的很辛苦了，辛苦了，恭喜。总监的第二个，来这位同学，啊，谢谢颁奖。哎，恭喜。对，还有一个2000是我们这位女同学抓到西小瓜，你看看哈，对对对对。真的很棒，接下来颁发最佳臭脸奖，还有收金的奖金啊，收金的，收金的奖金，谢谢，要不要你开始掉，谢谢，谢谢，谢谢中间，我先抽2000块，你这个先留起来。哦，好。最后2000块呢，我想这个加纳啦，哈，宇宙，还有金田宜方四个嘛，加上兰兰，对不对？怎么了？怎么了？嘉伟，你刚刚跑可以，我没跑啊，6位啊，6个跑，刷到就2000了。总监，谢谢，这2000块我。这一段很好看，你就下来一起看嘛。来来，真的啦，让女生跑一下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准备要先暖身，不要超车哦，反过来你很倒霉哦。好，2000块哦。来，慢慢来哦，慢慢来。哎，不要被拉近了，不要被拉近了。蛮开心这个。来来来，干嘛？干嘛？在干嘛？来，要跑太近哦，跑太小心哦。要保持距离哦，保持距离哦。抓，很抓。等一下，什么？裁判，怎么回事？已经抓到了，你到底在看哪里？没有，我在看那个。他的车线只有对。啊，已经抓到了，你抓到他？对啊。为什么呢？超快的，我会不会做节目啊？你是干嘛呢？我们刚结束的，莫名其妙。不是。
不是，你听我讲，其实懒懒早就抓要抓到，是我们说懒懒的放慢一点，我们还在看着他怎么要抓的，这半天怎么结束了？你看我连这个都没想啊，我也不知道抓到了，你们谁知道抓到了？没有，那你们到底在看哪里啊？我在看懒懒，我也是看懒懒。刚刚是谁抓到？乙方抓到。你们在看懒懒旁边的宇宙？没有啦，好烂哦！他在那边干嘛？来来，恭喜！恭喜！不是不是，我们刚赢了。来，谢谢乙方，恭喜！谢谢。懒懒，懒懒翻了。他好可怜哦，真的。超可怕的！我们一直说宇宙来，他第一圈就已经追到，就慢一点，慢一点哈。他转身就可以抓的。我想说让他留久一点。他在宇宙后面。我就想说，等一下，重点是他们这边 A 的时候，我还在后面追不到。对呀，这怎么回事？对，没有人对呀。这一组抓到，已经大家没看到，很冤枉。那一组更冤枉，本来要抓到，被你喊慢一点。其他另外一组跑得要死要活，没人关心。没有关注，这种比赛完全没有被放在眼里。好了，没关系，待会我们这个送洗发精给你们了哈。来继续送洗发。今天在这个宏伟建筑前面啊，我们要介绍世界级的表演。是啊，他们在2022年呢，世界积分是亚洲排行榜第一名。哎呦，亚洲冠军啊！对，什么？那你问我什么样的积分是第一名呢？哎，是什么？是盖房子吗？还是木工？还是雕刻？还是画画？哎，有可能哦，因为画画刚介绍过了。接下来是盖房子吗？不是，它是世界霹雳舞积分呢。好，一起欢迎逐梦者带来表演。厉害的，你看。逐梦者，嘿，嘿，啊，逐梦者，嘿，嘿，啊，哦，快快快，好强啊，超强的，世界第一人，这五行嘛，原地这样转的360度啊，哎呀呀呀呀呀，妈妈，哎呦，我哦，超厉害的，哦，挂掉动作吗？哦，哎呦，哎。多年了，你们对他们评价怎么样？刚刚跳的没有，他们最近真的非常厉害，他们都要代表台湾去参加比赛啊。是，你们准备参加那个比赛吗？目前就是在国训中心，然后就是在准备累积积分。想问一个积分是什么意思？你要怎么得到？你要到各个国家去累积积分，可能你要到加拿大比他们的公开赛，然后累积积分之后，然后到别的地方，然后就是每一场都要一直打。对啊，就像你们要累积积分才能跟啦啦队共进晚餐嘛，不是吗？会员点数买点数吗？没有这件事，没有吗？没有这件事。西瓜哥，我对啦啦队比较有兴趣。对，那一题他是亚洲，他是目前亚洲积分最高的。哦，是。但是我还是对啦啦队比较兴趣。记得加我。对对对，死咬住不放。对，他们四个真的蛮厉害的。对，蛮精彩的。刚刚你都脱了衣服，你一点赘肉都没有哎。对啊，其实还是有的。没有啦，没有了啦，在看不见的地方。哦，哎呦，那个叫赘肉。你们刚刚那单手转有没有算过有比赛这个圈数吗？
没有，但是我是单手旋转的目前世界最高的记录。你有上过几圈？几圈？六圈。六圈。六圈是全世界最高。单手。单手。你现在还有力气吗？它是比较需要场地的需求。听说这个场地弄不到六千。对。所以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应该说这种场地有可能软垫太软，没有到三圈过。对，这样是骗钱吗？还是怎么样？有可能哦。他现在压到三圈，他想说啊，你可能会喊四圈。对不对？哦，这样啊，不要六。两个不要职业病好不好？六圈太高了，我觉得这场地它不是木板。那我们接着看下去。对，这样吧，五千就有了，五千就哇，五千其实也很难啊，实际上不是，因为那个场地它不是木板很滑。对啊，来来来，不要，我是怕他受伤。不勉强，没事，你就展示一下，展示一下。但我怎么算？没有放慢动作，我们怎么算呢？对，我们应该是其实看得出来，他这样一直，我只要把这只手臂特别露出来，看得出来了。对对，挑战自己，挑战自己，挑战自己，有事有机会啊，不要受伤哦，没问题。竹木的是很精彩的，但是他因为木板有挑战过六千，但这个地方他不会要滚了，对啦，所以自我挑战了啊，预备，为了自己，好，逐梦者冲了，加油！吓到！颁奖是应该颁的，我看不懂，跟一般的场地有什么差别呢？哦，对，因为这里的场地它会陷进去。哦，如果木板，对，如果木板的话，实心的，对，它下去它不会反弹。啊，难怪它转到最后有点歪，有点软。哦，所以如果我是实地的话，我会一直转圈圈。哦，那如果是这里的话，我会一直往旁边跑。哦，你刚刚就有点歪了，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知道，哦，现在观众才懂嘛。所以啊，这个因为木板的话，它实心嘛，这个有点软，会陷下去，所以它弹的力量会变更吃力，所以方向会歪。专业，这就是。他没有放这个，用让这种水泥地又怕危险啊。对对对，又怕危险。而且刚刚于市长有说，他其实这个动作比较多人是双手哈，很少人做单手的，对，算高难度的动作。应该是这样。有看出来很难。难怪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做得到，其实平常都有在做到，对不对？你们刚刚合理演了这一出戏，还蛮厉害。其实我们也创下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这个电视节目上唯一。一位单手抛在这一个节目，没错，对，这世界上没有了，还不赶快拿奖？真的吓一跳！我刚刚觉得加几圈了，加两千给你。你们的表演很精彩，值得我们喝彩，谢谢。谢谢。世界霹雳舞积分亚洲排行榜第一名，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跟他们玩一个游戏好了。欢乐转圈圈可以。Let's go。这个欢乐转圈圈没有男女之分呐，一样的啦，一样。因为你转完去撞了球，那个球也是会转嘛。对，男生女生都怕晕啊。所以呢，刚刚有两位呢，我们逐梦者参加之外呢，哎，那我们现在，那我们加纳要不要参加？你先看一下，你们也可以看。反正最后优胜的就是4000块了。秒数短啊，球撞破的话。对。那因为他们不怕晕嘛，他们转成这样。对啊。来，请上第一位。等一下，那个停了之后，我就去撞那个球。对对对，因为你晕嘛，你都算在秒数里面喽。最快下来就开始算了。好，预备，欢乐转圈圈计时，预备。四川的第一位哈，我们先把这个圈圈给转起来。还笑得出来，笑得出来。OK 了，这前面都还好了。OK OK。我感觉手今天速度还好，不快不快。他跳很瘦。今天没那么快哦。他不怕晕的嘞。圈圈嘞。他跳霹雳舞可以转成这样。晕了吧！我会加速。哎呦呦呦呦呦！我会加速。快开了！抓紧！好，开了，超了！没有晕。撞破了！好强哦！全部怕晕。好强，超厉害！好强哦！我还在手啊，还在手。强你！为什么不怕晕啊？真的嘞，人家怎么转那么转习惯了，对不对？回来也没晕。其实很晕，真的很晕，但是他能克制。对，我可以克制。因为你跳舞如果这样晕晕到舞台旁边，你扣分呐。所以你看他那边转，抛完之后起来还要继续再。我刚刚在旋转的时候，我觉得啊，这就是我的世界。对对对对。哇，回到自己的家的感觉。很厉害啊，几秒？两秒一。你说转完下来开始转完下来开始下来才开始按秒，两秒，两秒一就进入冠军啦，对不对？不用玩了。第二位，请就位，接下来是国权的，来逐梦者的这位舞者，我觉得要赢那个两秒都蛮难的，因为欢乐转圈圈，好，放手了，开始了，你这只前菜，不要笑。
好，前菜而已哦。前菜而已哦。越来越快了，越来越快。好了，这一把就比较怕晕的感觉啊，他没有刚刚那个猴王的笑容。哦，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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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完蛋了，差点。来来来来来，好，快开啊，快开啊，来，他有点难过，有点难过。他的脸，他的表情难过了。好了好了，准备。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OK， 来，走了走了，事情逐渐变糟。不是以他表现很好，对，我也觉得表现很好。以他都转成这样，后面有点难过了。对，怎么能？瓜哥，听我解释一下，因为我刚走的时候，因为啦啦队在旁边，嗯，然后我就晕了。哦，对。不是，你到底站哪？这边有两个啦啦队，这里这边没有啦啦队啊？有啊。对呀。这边有啊，在这边吧。哦，这边啊，那我就从这边过来啊。哦，你有个磁场吸引他过来。对。这个几秒？18秒，差两秒，应该差太多了吧？好，来，接下来小瓜上。哦，小瓜。瓜吗？哎，两秒也撞破了。来来，请就位。好，接下来是西小瓜，欢乐转圈圈，他是怕晕的，大家愿意勇于挑战哈。漂亮，漂亮哦。你是哪里漂亮？开始害怕。哎，怎么反？看仔细，看仔细，你要看啊！违反沟通，有准，有准，有准。小瓜，加油，跑步，跑步！你什么感觉？你是真的很快吐了，对不对？你在上面的时候还好吗？你怕晕好多。可是他跳舞的转圈圈应该是不会怕晕。但是他转，可能他转也不能转成这样啊。对。比较我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对啊，我刚刚怕你松手或撞到。哦，不会。你才转两圈开始就，哇，我不要玩了，好可怕！我看到我阿公呢。阿公，他走路这样，哎。对啊。那你阿公上身了。他如果不这样会摔倒了。对啦。几秒？25秒。你玩最久了。嘉娜，你要试试看吗？嘉娜，手不能松。抓紧哦。等一下，等一下。无论如何手都不能松哦，要抓紧，抓紧哦！预备，加了加了，开始了，开始了，好好，才刚开始而已，他就叫尖叫了一声，他现在非常的镇定哦，两个眼睛这样的，夹得很开哦，非常镇定的表情，对，一块一块，这边好像快被咬进了，对对对，而且他只看到他的鼻子，鼻子这里都没有尖子。是怕他摔倒，说我你这样考虑，他说我可以试试看。我说你怎么试都没关系，手要抓紧。非常敬业，非常敬业。很怕他，因为爬过去就抓球来撞。哎，我们不能抓球的，不可以抓。不能抓了。这一次吗？啊，没有了，没有下一次，没有，没有。下一次，下一次我看很危险。几秒？20啊。比你还快。很棒很棒，小芳。比你还快。加上我觉得长得像长颈鹿哎。不能做了，拍谁啊？拍谁？还有一位。
真正长颈鹿要试，真的，黄新田，新田要抓紧哦，好，对对对，加油，加油，哇，这你在拍广告吗？很美啊，很漂亮，加油，新田，夜色美女叫，掉下来就不美了，要抓紧哦，等一下很糗哎，预备，好了，加油，加油，好，抓紧，不要闭哦，越来越快了，越来越快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有点紧张哦，他一直看地上，双手是非常用力抓住这个箱子，脚不要抬，脚不要抬，脚合起来，用力，脚合起来会更快，全身用力，太好了，还有一些动作，抓的好快哦，伸直了伸直，脚合起来，用力抓住，好，虽然面带微笑，但是其实非常的紧张，撑过，啊你快受不了了，快气秒了，气秒了，脸色苍白，他现在是晕的，他现在是晕的，完全走不动，顾形象，完全走不动，哎，我是去哪里？顾形象，去哪里？哦，整个歪到那边哦，哦，完了完了，不可以抓，不能抓，不能抓，不能抓，这都不能抓，你们是怎么了？你要抓起来，你不觉得吗？他就是模特，很顾形象嘛，他一定要整站稳再出去。藕包，藕包了，藕包，这要谢谢，哎。来，我们看到他都忘了今天锅中有没了，藕包的，藕包一样啊，还有，你应该一下来就要走了，为什么停那么久？要太晕了，啊，太晕没关系，你还是赶快抢秒数。有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办法冷静，所以我就冲出来。哦，我本来以为我可以，真的，还是要有形象。对啊，他其实非常冷静。对对对，加纳。加纳，加纳，你看你做坏的榜样，你拿球撞头，不能用手去拿球，没有人跟他们说，没有人跟他说，哎，金鸟，金鸟，可以，19秒，来，谢谢金鸟，辛苦了，辛苦了。好，最后我们的请颁奖人，也是我们的陈春安，陈总经理，来，有请，欢迎金鸟，欢迎，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林医师，还有我们陈大师，对对对，大师，刚刚的话我们来。这是我们之前看的老虎，老虎对，哦，过了过了，它在竹林里面。对对对对对对，谢谢总经理，请讲。谢谢瓜哥，还有阿翔，还有综艺大集合的制作团队，来到我们佐敦尼斯城堡啊，代表我们佐敦尼斯，谢谢各位，还有参与的观众跟好朋友们。那我们这座城堡欢迎大家啊，常常莅临嘉义这个地方，大林这个地方来做观光旅游。好，谢谢各位，谢谢。而且现在的气候跟温度非常好，给大家提供一个过年的好去处啦。啊，走村走村。那大师陈大师呢，也莅临我们现场作画给大家看了哈。他是也是一个老师，带领很多学生，他也是国宝级的一个画作家。啊，谢谢你送的一只老鹰的老虎。谢谢你，祝福观众，谢谢。虎虎生风，谢谢。哎，虎虎生风。好，来，我们谢谢云顿饭店，哎，谢谢李医师哦，也提供了两张哦，这个住宿券嘛，当家当家。这个住宿券是说他们住宿之后呢，你白天可以到这里面来玩。啊，这边有入场券嘛，啊，有四张入场券，对，四张，也可以去阿里山，你这个嘉义行程都在饭店范围里面。对对对对对。阿哥，我推荐什么地方？哇，去特别玩的啦，阿内哦，景山罗海龙屋，阿内哦，对面是高尔夫球场。对啦对啦，成功啦，哎，大家赶紧去投啦。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颁奖哈，好，谢谢，对对，谢谢啊，追梦者也是相当棒的一个团体了啊，哎，恭喜，谢谢各位贵宾了啊，谢谢观众朋友，我们很多礼物了，可以上网赶快，好，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锁住，明天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综艺大集合。